来了，一早吹，怎么吹？吹了一早上来，真的是。嘣！哎，我选真心话。你失望吗？啊！我两个。哎，我认失望，我喝酒。我看一下呢，敲什么敲啊？敲洗不干净了。那给你用这个。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是氨基酸的，不会伤害皮肤，卸的也很干净，很温和。你看你现在脸就干净了。幸亏我随身携带，不然我看你这样怎么回家了？那你们对我也温柔一点。小爷，你俩总站在一起啊，不枉费我和你妈。小兰吃呀，没事点。好的，小爷。对了啊，他的公司对你俩好不好？老板对你好得很。好，很好。宝贝，但是我刚刚看你俩聊天，表情不太对呀、啊。我们公司刚刚新人。对，兄弟们。那个行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家人好不容易把你俩凑在一起，那你们公司的小黄啊。不会，必须好好对他。如果他俩黄了，我们俩也就黄。我们俩也就黄。哇哇哇！十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，还有一个人人爱。当反对办公室恋情的老板秒变你的小姨父。姐，老板，我们今天请假。请什么假？三天，这才都几啊？请假，养老啊？快走！那你们请假走。今天奶奶过生日，奶奶过生日，该去。这人更卡，去啊！这不好吧？不行，是吧？真的是。天，把你小子给毁了，是吧？哦，明白。没事，我的心好。哦，放心，我会好好谢小姨的。那我们先走了啊！啊！明天把我把这个箱子都抬下来啊！床下没人。大河弯弯向东流，就是这么牛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。